一共这五节，前面四节都是说到他的爱，然后末了一节是我爱他。啊，当我们看到这个爱是这样的爱，很自然就引导我们，这个满了感受啊，要诉说，要歌唱，这个他是怎样的爱我们。那当然，这第一节是重在说这一位奇妙的救主，他的爱情也是奇妙的爱，是举世莫如。没有一个世上没有一个人的爱，是像他的一个这样的爱。所以他这位奇妙的救主，最奇妙的内在就是这个奇妙的爱，是举世莫如。那这样的一个爱啊，竟然是每一个真正的爱情，但它一定是对着一个目的、一个目标、一个对象嘛。那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爱，它的对象竟然是对着我。所以，这里第二节、第三节是一直来寻找我。来这个到我的囚牢来见我，看我，然后他来救我。所以我们就感受这宇宙中一个最奥秘最大，就着我来说最宝贝最甜美的这样的一个爱，竟然是救主跟我之间的那个关系。当我们来被这个爱摸着的时候，我们就真是没有办法，这个不在这里啊唱出这个爱，透露出我们对他的爱来。当然在世界上，像这个两个人的彼此之间这个男女的爱的，或者是任何一个人间的爱，它有很多都是好像是非常的不错，但是那个不错那是别人的事啊。但是在这里有一个爱，是我们跟主的事，是主跟我的事。所以我们竟然在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爱里，那个受者的这个一方接受的这个一方，我们如果摸着这个爱，我们怎能不受感动啊？怎能不受吸引？所以我们真是说啊，到了末了一生，一生一世，我要诉说，他这个爱情超人能够多，人连今后很难能够测度这个爱到底是这个怎么样的爱。所以第一节说到这个爱，它是，比深海还要深，比高山还要高。那一深一沉，它这个爱又是新的，又是沉的。无论过了多少年日，这个爱还是那样的宝贵，又直又真。这个直跟真我不是太分辨，分别有什么不同，好像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是真诚的，是实在的啊，没有一点的虚假，没有一点的折扣啊，不光是表露出来，比如生产的它整个是全部在这个爱呀，是在充满了这一个爱，也不分境地，无论我在困难的环境，还是顺境里面，我是怎样的潦倒，我是怎样的在这地上非常的顺畅，无论我的境地是怎样，他这个爱永远不改变，也不理晚早，也不管是早还是晚。没有时间的因素，
没有空间情境的这个分别，他一直对我是满了这个爱，所以那这个爱，因着这个爱，所以他就离开天上，他这个天上位分至尊，他是最高的，他是至尊贵的。在当他在天上的时候，天使天君无不拜顿，拜呀、啊、是指着好像这个身体俯伏来拜，顿是磕头，磕头叫做顿首嘛，我们中国人。天使天君对他没有一个不俯伏敬拜，没有一个不向他把自己头顿首，向着他承认。他是那个尊荣的最尊荣，但是这样的一位，因为情爱是这样的坚强，所以就愿意撇弃了这个穹苍，就撇弃了整个的他天上一切的荣华尊贵宝座，他来到地上来寻找迷失的羊。那就是我是迷失的羊，并且受枪被杀害。他舍了天上的福分，又失去了世上，在世上一切人的奖赏、人的这个称赞都失去，就为着这个来寻找我，一点不应着。这样的亏损稍微退后一点他都不会退后，他一直往前来寻找我。那第三节，他在地上为人的时候，他的道路实在孤单，没有同心，没有同伴，他的所有患难忧愁，外面加给他的是患难，里面所感受的是那个忧愁，只有他自己和神知道那个程度啊，只有他自己和神知道，别人没办法领会得到。但是他前走不稍退后，只等到他到我这个囚牢，在我人生的旷野被囚禁在痛苦罪恶各种的黑暗那个权势里面，来到这里来见到我，来接触到我，来拯救我，那么到了末了不久，悲惨日子就到，他被人卖，被人告，他就如此伶仃孤苦。那个时候，所有最爱他的门徒都躲了，都跑了，甚至否认他的名。他的头戴着荆棘的冠冕，身受了鞭伤，为我之故啊，来堕落处，忍辱受死，疼痛难当，他救我，赞美他的名。所以就是从主的这样的是好牧人为我受死，来寻找我这个迷失一样。所以我这是一生一世要诉说他的爱情超人能度。当我最后被取到他的面前，住在他所预备的城，他为我所预备的城新耶路撒冷，但是呢，在那个地方我的心所羡慕还不是看金碧辉煌的这个城市，整个外面的美丽，我所要羡慕的是要看见他的面，见到他，遇见他，并且向他敬拜，高声颂扬，说我爱他，赞美他的名。所以，虽然都用了个他的名，我爱他，他爱我，但是实际上，里头的感受就是在主面前碰到主。连于主，因着他这个甜美难测的爱，真是征服了我们的全人，所以这个爱，这首诗歌，这个调也实在是很好。那刚刚第
姊妹们弹的那个琴，他的整个的琴也非常的启发我们的感觉，那个速度，那个情形呢、啊，所以我们再唱一遍以后，我们来这个分组。要分组的时候，就盼望带着这种感觉操练，还是操练向主赞美，好不好？那个时候就不一定再唱了嘛，哈。现在我们来唱一下啊，再听听。我有一位。天上